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往我们的 KOF All Star。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，祝大家周末愉快啦。好，这个是 Q 号。那来看一下哦。今天可能要来凑一下卡池吧。我来凑一下 Pickup 池。是这样子啊 ，Pickup 池它有十。大概11天嘛 ,11-12 天嘛。然后我们下礼拜是会有红宝石啊。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这次用掉的红宝石的话，你可以撑一下，撑到最后一天再来抽啊。前面大概可以领个两三千吧。两千左右吧。因为最后一天好像是领比较多，领一千是不是红宝石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来看一下那个红宝石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3月23号开始嘛，就下礼拜四的、啊，下礼拜四，所以说我这样算过来，可能最后三天拿不到吧，可能拿不到，可能啦，不知道。假设后面三天没拿到的话，那就是拿前面的两千嘛，一二三四啊，四天拿两千这样。看你啦，你就看你是要第十弹留给第十弹，还是说这是复刻直接把它抽掉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活动吧，这个解锁拍照吧，是不是留言啊，只是奖励就烂烂的，这个奖励只有这个啦，这个从来没有抽中过，就贴个图片吧。这个图片很难判断出谁是谁，你就复制别人的图片给他贴上去吗？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。我还没有做啊，我想说过几天再来做。好，回来游戏看一下吧。这个我自己还没做，这个 Q 号当然不会做啊。这个箱子应该是之后才能开吧，就是先拿到吧，应该不能马上开，应该是不能马上开吧。以前好像是忘记开，然后就不见了、欸。有曾经有一次有那个小 bug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哦、喔，我这个 Q 号到底是当初抽了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先来看一下图鉴。今天就来200抽格斗家，看几率怎么样嘛。我印象中几率很高啦。好 ，Omega 有，霸王王有，这三只都有嘛。哦，镇元斋没有是不是？镇元斋不在这，镇元斋在 AS 格斗家。一二三嘛，然后镇元斋，还有堕龙，堕龙很烂，不用抽。这边我比较推荐就这三只抽一抽吧。抢的当然是霸王网跟那个露露啊，那个露露跟霸王网蛮抢的。那如果你缺露属性，就是霸王网跟 Omega 露卡尔可以考虑一下。那我这个号当初可能抽到一星到二星吧，因为这个号也没怎么玩啊，对啊，一星嘛。然后霸王网也是一星啊，记忆嘞，哦 ，Omega 露卡尔还有一个记忆也没吃，也没吃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觉醒时根本没拿。就是你要升到二星，还可以多拿一颗四角形的觉醒石嘛？但是我没拿，表示我不在意。你看我这都有哎、欸，这四只都有。因为主要这个号都抽男性角色啦，啊，因为这两只是一起的嘛。我只是要抽抽看嘛。那我们来抽个霸王丸好了。我还是想要抽霸王丸，怎么样？好，来抽一下霸王丸好了。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抽的怎么样啊 ，Pickup 200抽18000，我这个红宝石越赚越慢，因为都没什么认真玩。
没怎么认真玩。好，来吧。依照几率齁，应该是出三只以上，依照几率。但是有的人就运气不好啊，有四张血是有给我们留言，他说他都没抽到 ，Pickup 他都没抽到，很生气啊，很生气。几率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啊。我现在如果抽好了，对不对？搞不好那个，我如果汉姆号想抽的话，再看看吧。红宝石也不够多啊，因为一定是越后面角色越强嘛，只是我没有绿属性强的。好，十抽啦，来个二十抽，出了吧？几率这么高？哦，没有。二十抽，有人说他抽到六只欸，三十抽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还是他打错了，都没有啊。四十抽，我上期说几率很高啊。上期我是这么觉得，因为我以前抽 BS 复刻的时候觉得几率好高哦，随便抽都有。来五十抽，现在时间三点多。整个晚上我都在那个玩那个别的游戏，把精力拿去玩别的游戏，玩了一个礼拜了，还不错。哎，没有哎，没有哎，哎，我是不是九十啦？我现在六十哦，哦六十，哦七十七十，有了吧？七十哎，肯定是，肯定是，肯定是，因为它几率真的很高，1.88真的超高。我被打脸了吗？我被打脸了吗？我被打脸了，那扣噜噜。我被打脸了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我的霸王网嘞，兄弟，我的霸王网嘞，哎、欸，我被打脸嘞，啪啪响，0.3%竟然输了，竟然输了，可恶啊！70抽，应该是再来是80抽了吧？对啊，应该要出了，因为这几率是超高的，你不要再打我脸了。一定是霸王丸，好不好？一定是 1.8 哎、欸。喂，喂，你确定吗？哎、欸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这个 pickup 有用吗？哎、欸，你赶快去查一下有没有 bug 啊？有没有去查一下有没有 bug 啊？0.3%哎、欸。大家 0.38 是300抽才出一只欸，就给我那个超烂的堕龙，90太扯了啦。我想说霸王网随便抽三星欸，随便抽到三星欸，没有，因为我本来这个号已经一星了嘛，那就随便再抽个一只保底券加就三星了啊，100，几率很高，真的，你等这个复刻值真的几率超高，这是我不要再讲了，我不要再讲了，等一下又被打脸，脸已经很肿了，呀呀，好啦，天下无双啊，怎么可能1.8%不出，对不对？死呢，死呢，死吧死吧 ，Pickup！ 你看这个几率多高啊！我才100抽哎、欸，
我才100抽，已经出三只了哎、欸。他这个真的很有感提升啊！我之前抽那个 BS 就是这样，真的是有感提升啊！有没有有感提升啊？抽这个词你不会后悔，真的你不会后悔。双蛋黄 ，Tenka 不错啊，塔里妹的哟。啊，霸王丸三星的，你真的可以抽到五星，真的。哦，路卡尔，哎、欸，我这样五只都，哦，这边再没拿到是不是？哦，路卡尔三星啊，路卡尔三星的，然后霸王丸也三星的，都还没有加包底券，那还要继续演示吗？我们就把它演示完好不好？我把它抽完，我现在抽几只了？啊、四只了，五只了。我现在抽五只，所以我网友说他抽六只啊，有可能啊，因为我现在抽五只啊。啊，抽歪纸卡，锵锵，几率超高啊，抽歪也不痛不痒啊。该不会是友好变坏吧？就是把前面的100抽运气用完了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几抽了啦，反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霸条嘛，100多抽了啦，来吧来吧，你看我抽六只了吧，抽这个真的是很轻松，几率高。我现在把我的运气用完了，到时候哈姆号如果想抽的话，我就哭哭了，我就哭哭了。马克露露抽两只嘛，霸王王两只嘛。堕龙一只嘛，欧米伽路卡一只，我六只了、啊，然后还有加保底券啊，我、哦、这个真的抽五星超浅超简单的，绝对划算。然后你再花一点小钱，也不是说小钱，花几千块去买那个觉醒石，看一下那个通行证，比你那个正常卡池那边抽到五星，抽800抽1000抽还来的划算吧？我这才200抽哎、欸，对对，七只了、啊。我就说那个真的是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，你还可以随时见风转舵，想要谁五星然后转一下。这些 0.38 是不是太扯了啊？ 0.3% 哎、欸，我们平常那个 0.6% 抽的要死要活的，对吧？我抽七只。平常是 0.6 加 0.6 加一只 0.6 抽歪嘛，那这是 0.3 欸，我怎么一直抽到、啊、我抽了七只，就是在你最无所谓的情况下抽了七只，他们是有暗改几率啊，每次都觉得他们暗改几率、欸、把这次几率调超高，我已经抽七只了啦。大家可以分享一下，如果你200抽看抽到几只 ES 格洛加，我有抽歪一只马兹卡，好，把它抽到保底券吧。今天就有200抽啊，抽给大家看，仅供参考啦。也许你运气没那么好，就是你可能就是比较倒霉，也是有可能会发生啊。但我觉得这个几率一定是很好的，已经比平常好很多。平常200抽有时候才一只啊，呼呼啊才一只。哎、欸，我这是抽了八只了，对不对？八只了，八个蛋黄啊，200抽八蛋黄，天价不收，啊他的妹的哟！好，抽了八蛋黄，八蛋黄已经可以把一只弄到五星了欸，200抽欸，好，200抽八蛋黄，加一张保底券，反正我这个号没有那个啦，没有那些胶囊什么的，我升上去也练不上去，我就抽起来放，
嘿嘿，两百抽，两百抽，两百抽，拿库鲁鲁可以三星啊！就我不一定，我霸王王已经三星了嘛。好，你们看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这边霸王王，霸王王是一星嘛，拿库鲁鲁一星，堕龙一星嘛，然后路卡一星嘛，然后路卡本身有三个鸡，霸王王也是三个鸡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多鸡友？到底抽了几个霸王王啊？抽了三个霸王王啊！拉克露露抽了两个啊，那拉克露露也可以三星了欸。那堕龙啊，堕龙可以三星啊。保底券给他就三星了，然后这个是三星，这个是三星半，然后这也是三星半啊，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四星。不对，我先想一下，一星二星，对吧？这三星半啊，这都三星半，三星半，然后三星。这是加保底券也是三星，因为保底券它这次保底券不是说一定是你 P 卡本来一只，而是五只去挑一只。哎，怎么都没正面灾啊？正面灾好可怜哦，没有出现在这哎，我这个号没有正面灾啊，我这个号真的没有正面灾，因为正面灾是我那个哈姆号抽的啊，就跟薛罗密码。下期可以来测一下那些套卡伤害啊，或是格斗家。的强弱这几只，虽然那个强弱已经大家心里可能都有个底啊，都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就再玩一遍嘛，反正他就复刻了、啊，复刻这样就玩这些角色啊，就再复习一下嘛，复刻就是复习，所以也就是说我抽了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哎、欸，三六九，但原本有一个，所以我抽了八蛋黄，哦，八个蛋黄。两百抽八蛋黄，这是我大概史上最欧的一次吧，史上最欧最欧。他这个也才3%啊 ，total 3%的话，两百抽是多少？是不是六只啊？是不是乘以两百抽啊？那好像才六，也是六只啊。那我是八只，那比那个期望值还要高啊。这3%真的超多欸。平时一只是 0.6%，0.6%，0.6% 加 0.6% 啊，这3%有够多的。所以有人说他抽了六只嘛，我想说怎么那么高？原来我也抽了八只，超欧超欧！大家要欧的话，赶快来欧一下，200抽欧一下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